是一样的啊。嗯。网是老的了，看到没有？这是人民公社网，这是我们老爷爷他们那一辈人用的。啊、哦。你们这个也是，可能是你们家里面老人家还没留下来的啊。嗯。啊，这个有一点点裂痕，这里。嗯。有点点，但是没裂透啊、哦，不是裂，是划痕，品相可以啊。嗯。你好多鞋就卖了。一百是不是庄家？哦，要120啊！啊，120这行情不是很好的，嗯，还便宜的咯。也不是什么挂腰的，就是民用的，知道吗？嗯。便宜的了，鸟个200块钱啊！啊，一点。鸟个就给你拿了，家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咯？我拿过来也看一下。嗯、我。我都是一些乾隆啊、嘉庆、道光、同治、咸丰，乾隆还大一点点，哎，这个品相都是很差了嘞。这好多个你数过没有啊？嗯。这里有多少个你有没有数过啊？没有数过嘞。没数过，你这个。我老家和数过。你老家伙收过啊？你老家伙没在家，这个卖了不会找你麻烦吧？不怎么玩。不会找你麻烦，也不会找我、啊。这一局的钱不怎么玩。那我们就谈一下了啊。嗯。你这个以前有没有人给你问过了？给你说过了？问过好多嘞。问过好多，给你出过多少钱一个了？我这几颗都是要卖了几的了。有人给你出过好多钱一个？我5块一个。出的5块个，果然就出的5块个。这个东西出不了5块，这个东西的话，现在最多也就是2-3块钱，3块钱一个，我就全部给你拿走，哦、好不好？哦，3块一个。嗯，能不能卖？3块一个卖人送的了。3块钱卖给我算啊。3块一个，3块一个，这个收下来我们。哎，这个好多串子呢，这个太差了呢，这个。哎，做的蛮好，穿的这么好。感谢、这个、看一下啊，这个钱呢有那么大，可以平下可以，那、这个就坏了，还四个年，那是做镜子用的，什么仿镜子，嗯，这个一下子收3块钱一个的话也亏哦，说了就算了呢，那我就数一下数啊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，这里总共就是352个。我就说350个好不好？350个的话，3块的话就是1050块钱。这里一共是算1050块钱啊。脚走不得，脚走不得就算了，这个东西还是多做一下。那个就关节可能有点不好的话，你要多做。疼啊！脚疼啊，脚疼的话要在家里面多休息啊，擦点，多拿点那个药水要擦一下。这个东西我买走了，你老公回来不会找你麻烦吧？你确定一下啊。这个东西我买走了，当然要不说我骗你的就不好了是吧？没有骗啊，这是你香港前面卖的啊。好，那就是这个是200，这个是1050，你老人家在家的也比较。
身体不好啊，我呢这个一共给你算1300块钱，好不好？啊。1300。等一下我就是，哦，今天没有这些的话，有没有微信啊？微信有。有微信，等一下我加微信给你，好不好？你的看着你的眼睛。干啥？那你住在家里面住休息啊，脚不好的话，啊、没来。身影感谢啊。有时痴痴地望着你。